接下来呢，我们玩一个非常简单、非常有趣的游戏。我这里呢有两个信封 ，OK？ 在待会儿呢，我会让你选其中的一个信封。那不管你选哪一个信封，那信封里面的东西就是你的 ，OK？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会试图去影响你，去选某一个我希望你选的信封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嗯，非常好。现在呢，我就让你用手指一个，随便指一个信封，任何一个。你要指这个信封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感觉我影响你？我在刚才说话的过程当中去影响你选这一个信封，没有，没有任何感觉，对吧？对，这正是我要做的，我要通过你感觉不到的那种方式去影响你。所以我事先知道你会选这个信封，你不会相信我，对吧？我事先在这个信封上面呢打了个对号 ，OK， 你会选这个信封，而且呢在这个信封上面打了个叉叉，你不会选这个信封。现在你知道我希望你选哪个信封了，对不对？在我希望你选的那个信封上面我打了一个对号，对不对？在我不希望选的那个信封上面我打了个叉叉。现在你要不要改变主意？我给你五秒钟时间来改变主意。你第一次的选择是对号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吧 ？OK， 我给你五秒钟时间来改变主意，你可以改变主意。不要改变主意。嗯，你要对号，自己把它打开看看。这是一块钱，当然在这个信封里100块，是100块钱，谢谢，这一块钱归你了。真的。